发大誓愿第六，法藏白言，唯愿世尊大慈听察，我若证得无上菩提，成正觉矣。所具佛刹，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，无有地狱、恶鬼、禽兽、云飞、软动之类，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，受我法化，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服更多恶趣，得誓愿乃作佛，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，皆具慈摩真金色身，32种大丈夫相，端正境界，习同一律。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，不去真修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，皆能洞识彻听，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，不得誓愿不去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他心之通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，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，不去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，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，不去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远离分别，住根极净，若不决定成等正觉，证大涅槃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光明无量，普照十方，觉身诸佛，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。若有众生见我光明，照出其身，莫不安乐，慈心作善，来生我国。若不尔者，不去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寿命无量，过中声闻天人无数，寿命一切无量，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，于百千劫习功计较，若能知其量数者，不去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，若不共称叹我名，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至心信要，所有善根心心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乃至生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，唯除忤逆诽谤正法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奉行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，复以善根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一心念佛，昼夜不断，灵寿终始，
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，今须臾间即生我刹，作阿惟越智菩萨，不得誓愿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细念我国，发菩提心，坚固不退，至重得本，至心回向，余生极乐，无不随者。若有宿卧闻我名字，即自回顾，为道作善，便持经戒，愿生我刹，命中不复跟三恶道，即生我国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过无妇女，若有女人闻我名字，得清净心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我国，命中即化男子，来我刹土。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生我国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字，欢喜信要，礼拜归命，以清净心修菩萨行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。若问我名，受宗之后，生尊贵家，诸根无缺，常修殊胜梵行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国中无不善名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同一心，住于定居，永离热闹，心得清凉，所受快乐，又如漏尽比丘，若起想念贪记深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，善根无量，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，身顶借由光明照耀，成就一切智慧，获得无边辩才，善谈诸法密要，说经行道，于如终身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究竟彼智一生不处，除其本愿，为众生故，披红饰铠，教化一切有情，戒发信心，修菩提恨，行普贤道，虽生他方世界，永离无趣，或要说法，或要听法，或现神足，随意修习，无不圆满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，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，随意即至，无不满愿。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各种万物严净光丽，形色殊特，穷微极妙，无能称量，其诸众生虽具天眼，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，诸菩萨众
虽有善根劣者，亦能了之。于见诸佛净果庄严，谢于宝树间见，又入明镜，读其面相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事，所具佛刹，广播严净，光影如镜，彻照十方，无量无数，不可思议诸佛世界。众生读者，生稀有心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事，下从地基，上至虚空，宫殿楼观，石榴花树，国土所有一切万物，皆以无量宝相合成，其相普熏十方世界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事，十方佛刹，诸菩萨众，闻我名已，皆悉待得，清净解脱，普等三昧，诸神总持，住三摩地，至于成佛，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，不设定义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事，他方世界诸菩萨众，闻我名者，正立身法，获陀罗尼，清净欢喜，得平等住，修菩萨恨，具足得本，应时不惑一二三人，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，不取正觉。